温咧攝氏嘅19度，相對濕度係56%㗎。咁啊最高咧會升到25度㗎。咁啊大致天氣嚟講咧就係天晴咧同埋乾燥㗎。咁風勢咧係吹和緩嘅北風，交流時間咧係轉吹東風㗎。嗱，講完天氣咧，同大家講下咧，就尋日啱啱咧舉行咗一個第五屆全港呢個技巧大眾公開賽啊。咁今朝早高興咧請到幾位小朋友得獎嘅小朋友上嚟，咁仲有咧就係佢哋嘅教師啊，黃志嘉先生嘅。早晨，早晨，早晨，自己介紹下啦，好唔好啊？你開始介紹先啊，叫咩名啊？我叫陳宏輝啦。咁琴日咧我就同另外三位同學咧就攞咗男子四人嘅冠軍。啊，咁你咧？我叫黃南露。琴日咧就男四就攞到季軍，同埋男雙攞到冠軍。嗯，兩位咧，小妹妹咧。咁我哋係女雙啦，就攞到冠軍咯。嗯，你叫咩名先？我叫朱浩雲。係。我叫何以文。係啦，咁啊技術技巧體操呢樣嘢，咁相信喺香港嚟講比較新嘅，我想話。咁其實個發展係點樣？即係其實技巧體操咧喺香港已經都有即係6-7年啦。嗯。不過正式發展咧就係2-3年開始嘅啫。嗯。咁成績就越嚟越好啊，越嚟越好。咁啊，上一年仲參加個世界個錦標賽添。嗯。成績好滿意嘅，成績。咁講講呢個公開賽嘅情況係點樣？嗯，琴日個參加個公開賽人數就～就係咁多屆嘅最多人嘅人數一次，咁、有成70多人嘅。咁其實呢個比賽咧，包括咗幾多個項目嘅？成個技巧體操嘅公開賽就包括7個項目嘅。7個項目咁多嘅。係啊，有啊，男子單人啦，男子單人，女子單人啦，單人，女子雙人啦，男子雙人啦，混合雙人，同埋女子啊3人，男子4人，7個項目。嗱，譬如而家我哋見到呢個應該係屬於呢個單人動作嚟㗎，咁呢個同呢個受者做緊佢個後空翻轉仔360度㗎呢、這個。呢個係女子嘅單人啦。女子項。咁單人嘅特色就係一條跑道做啲好連串嘅動作嘅。哦，咁樣。呢個女子雙人啦。咁呢度係一個下面人，上面人喺下面人嘅手上面做個肩胛倒立。咁好優美嘅。但係如果雙人嚟講，那個配合都好重要。係啊，咁第一個配合就個身形啦。咁大家睇到咧，個雙人嘅身形應該細啲嘅。咁呢個有一個平衡啦。咁呢個都係雙人。呢個都係女子雙人定咗嚟嘅。世界性比賽係咪都係包括呢7個項目？呢7個係世界比賽嘅項目嚟嘅。咁呢個係一個站肩嘅平衡啦。咁大家嘅力度要好配合嘅。都仍然係女子雙人嘅。係啦。咁呢個男子雙人啦。咁呢個難度好高啊！你講喺手上面有一個浮撐，係啊，個頂咧就係啱啱即係個男子雙人嘅冠軍王黃南龍啦。呢個亦都係男子雙人嘅動作。呢個係一個規定動作嚟嘅，喺琴日比賽當中。其實同我哋以往見到傳統嗰啲咁嘅體操比賽最大分別係咩？傳統體操就分開單槓、雙槓、吊環啊、平衡木啊。咁我哋技巧體操就冇分呢啲嘅，就冇器械嘅，冇器械嘅。就係得7個項目嘅啫，咁而家做緊男子四人嘅動作嘅，咁呢套一套叫接駁鞍嘅動作，咁係一個平衡動作嚟嘅。會唔會話有啲規定嘅圖案、規定嘅動作要做，同時有啲自選動作咁樣？喺世界比賽咧，分咗兩種比賽，咁第一類咧就係個平衡動作，就分開有難度嘅，係。咁另外一類就係啲聯合操作，咁又拋下空翻啦，好似啲咁樣啦。呢個男四拋空翻。哇，睇下都好多元化嚇。不如問下啲細路仔啦，你講下先啦，好嘛？你點解會參加呢項咁嘅體育運動？第一就係因為阿 Sir 揾我啦，咁我覺得自己覺得咧，舒展下筋骨都好噶嘛。以前我又未參加過，咁咪諗住試下咯。嚇！咁參加咗之後，覺唔覺得即係自己可以舒展到你嘅筋骨啊？真係啊！真係啊！係啦，以前做過即係手翻都歪嘅，但係經過阿 Sir 指導之後咧，就好咗。哇！阿 Sir 指導有方啊，犀利啊！啊，你咧？咁我哋學校咧有課外活動噶嘛。咁阿 Sir 又揀咗我啦。咁我諗住試下，點知咧都幾好玩啦。我見你咧都好細粒下啫喎，係咪通常雙人佢係做上邊嗰、那個？你好明顯一睇就知係呢個上邊人嚟嘅呢個，上邊人嚟嘅呢個嚇。咁啊，前天長發高長大變咗下面人啦，好嘛？咁你哋兩個咧點解會參加呢個運動咧？好新咯，呢項運動。好新。好得意咯。真係幾個接埋咯。好有挑戰性嚇，所以自己去參加。你咧？我覺得即係自己認為自己做唔到嘅動作，即係自己今日。
驚㗎嘛，係咪？就要克服呢個恐懼嘅心理。你咧？即係有時要擋住人啊，時用好大力咯，要。嗯。即係如果唔夠力，就會跌親佢咯。嗯。你咧？站手拋空翻咯。站手拋空翻，覺得即係比較困難嘅一個動作。嗯嗯。最後你啦。我都係啦，站手拋空。都係呢個動作。因為佢個手咧，只係得好少嘅面積俾我踩啊嘛，咁一失足就可能跌咗落嚟又扣分嘅咯，所以嗰個彎頭好緊張。啊，最困難嘅呢個動作，不過唔驚嘅，有先生喺側邊保護嘅，通常係嘛？呢個危險性唔係好大，危險性唔係好大。好啦，咁啊，你兩個咧成副武裝咁啊，應該幫我哋示範一下啦，啱唔啱啊？好，你哋過去準備一下先嚇。其實你頭先提到呢個危險性咧，係咪真係唔係好大嘅？其實呢個，因為其實咧呢動作咧，每一次都有幾個人一齊做緊，咁其實下面人咧就做緊佢教練，就做緊佢嘅保護添嘅，係嚇，咁比一般體操又唔同嘅，所以就好安全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佢哋嘅示範好唔好啊？咁啊，王 Sir 你負責幫我哋即係解説下咯嚇，睇下佢嘅動作咧係屬於邊一組嘅動作。咁而家呢度咧就一個類似雙人嘅動作啦，右手邊嗰就下面人嚟嘅，係左手邊嗰就上面人就細粒啲。咁而家先擺個造型先，咁其他繼續有個，好講啲舞蹈步嘅，係。咁啊，配合埋啲舞蹈步，咁啊，佢哋有啲咧就合作嘅性動作，呢個就現式定衡，現式定衡。咁呢個咧又呢個幾難嘅，呢個開始係。咁下面就扶住上面條腰。咁我哋喺呢度咧，亦係唔該曬阿焦老師幫我哋咧，就係做一個輔助嘅。咁而家呢個就上面人喺下面人嘅手上面做一個肩胛倒立，吸佢。咁其實呢個動作睇落就好難。咁其實咧，一練如果肯練嘅話咧，兩三次已經做到噶啦。兩三次已經啊，係啊。在香港的前景將會是怎樣？因為這個項目就需要的器材不是太多，所以發展前景就很大的，還有其他國家呢就都是起步不太久而已，所以呢香港水準和其他國家呢都有可以追到的，即是相差不會說很大。是只要即最好的國家蘇聯、中國的保加利亞都是這幾個國家。再問一下小孩子，除了這項運動之外呢，有沒有玩其他的運動？譬如你呢？有，例如踩單車啊，游水咁咯。不過最中意都係做體操。都係做體操最中意。你呢？游水咯。游水啊，睇到好似好百厭咁啊！我諗玩好多其他嘅運動啦，係咪？唔知啊。唔知道。你哋兩位呢？都係游水咯。都係游水。嗯嗯。咁你哋覺得咧，即係玩呢、這個技巧體操咧，自己最大嘅滿足感係咩嘢？做到啲做唔到嘅動作咯，做到啲做唔到嘅動作，你咧？即係我同埋兩個人相處係好困難噶嘛，咁我同佢相處得幾好啊，咁係好開心啊！你咁細個知道即係兩個人相處困難呢樣嘢，你咧你咧？嚇？冇嘢難到你嘅？唔係，即係有時夾力嗰度咯，夾嗰度，嗰度力咯，有時夾唔到。最大嘅滿足感係咩啊？即係最開心嘅咧，即係每次玩完之後，你覺得自己得到啲咩？滿足感咯。滿足感，滿足感。你咧？真係啊，因為做嗰啲好難度高嘅動作咧，自己真係好興奮嘅。好興奮，好開心。你有冇自己中意嘅體操明星咁啊？都冇。冇啊！除咗蘇，除咗蘇，哇，好嘢喎！你咧，你咧？暫時都冇。暫時都冇啊？唔係阿 Sir， 唔係阿 Sir， 你都唔當佢係偶像，唔係啊。你兩位咧？我就中意多波利咯。多波利，你咧？我都幾中意多波利，而且就斯里華斯咯。斯里華斯啊，即係佢哋都好有認識啊，對於呢啲國際嘅體操壇嘅明星，因為佢哋好有興趣，好有興趣啊。咁最後問阿 Sir 啦，即係而家你哋係打算點樣推廣呢種運動喺香港嚟講？有冇話啲訓練班啊咁樣可以參加啊？我哋即係會經定期會舉辦啲訓練班嘅。咁遲啲就會有啲將滅計劃，即係點樣嘅？就我哋將啲同事就編咗分開三類嘅，三個 level。咁每一個 level 就分開金章、銀章、銅章，就俾啲學生可以考取啲章別。咁我係順便我推廣啲活動咯。主要係俾學生嘅。俾學生同埋俾出邊一啲熟户